健康科普动漫撸给你看。得了流感，鼻塞到想死。流感的治疗小科普，走起。对症治疗。流感通常持续一到两周便能自愈，那怎么才能让这一两周舒服一点呢？对症下药很重要。止咳祛痰，用乙酰半胱氨酸、盐酸氨溴索等止咳祛痰药物，让痰少一点，咳少一点，人舒服一点。通鼻塞，盐酸伪麻黄碱类药物制成的鼻喷雾剂，对准鼻孔喷一喷，鼻子的通气功能立刻上线，安然睡觉不是梦。缓解发热，发热不超过38.5摄氏度，可以把湿毛巾敷在额头、腋窝等部位来个物理降温。物理降温不奏效，或者发热温度超过38.5摄氏度，可用对乙酰氨基酚类解热药物帮助人体降温。高烧持续不退或出现明显的呼吸困难、精神萎靡，要赶紧就医哦。